好，挂华，这个是你贡献的阅历，现在变成了一整幅的图，用影片帮你照下来。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等着看那个奥运开幕式。很漂亮吧？栩栩如生。然后呢，慕云借了一台投影机，我们等等在这边看开幕典礼。志军跟冠华打个招呼吧。慕云在哪里？慕云在厨房。厨房，这是他们新的那个。我在录影，跟冠华打招呼。我们拍了他的那个清明上河图。然后呢，那个窗户外面就是那个 stadium。我们刚刚在这边挂了中华民国的国旗，是志军跟慕云熬夜手工做的。现在有点下雨，等等我们就在这里看了，好，拜拜。